板的主要组成啊，这里有个平，就是平板探测器，这个是平板探测器的控制盒，平板探测器的电源线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把它装起来，这个电源线啊，装到这个电源盒上，然后这个电源线装到这个控制盒上。然后这边这平板探测器的数据线要这个对接起来，看到啊，这里红点对应红点了，给你插上去。对，然后这个平板探测器还要装上根绑线，这个绑线是连接到电脑上去的。OK， 平板探测器这边就连接好了。说一下这边啊，这边是那个变速箱，有一个可以移动架啊，这边是有这个手刹开关、遥控器、电源线，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现在装好以后，就把这个变速箱放到这里来，放这里然后要把这个扭起来。绑在扭下来，要锁紧那个房子啊，扭紧啊，就得了。然后现在我们要装这个，这是电源线。插到这个电源插孔来，然后扭紧。这个是手闸开关，也是插上去，也是扭紧。好，这样走。设备通电了，接电。这边是这个是也是接电，然后这边是开机啊，把它开平板的开机。然后这个是手机头也是开机了，然后就是这个画面了。然后我们这个里就是根据自己需要啊，根据需要调色，就是 KV 千伏，这边是毫安，根据自己需要调毫安。千伏，这个是毫秒和毫安秒啊，毫安秒和毫秒切换。如果你需要毫秒的话，就用毫秒来拍；需要毫秒就用毫秒。那你习惯用哪个？然后这边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放一个物体平板，像假设放一个测试板，然后我们要打开这个线出去的灯，这个灯可以打开，可以调节，就调节大小啊，照到这个上面，然后调个距离啊。那我们要根据最需要调，可以调节这个高度距离，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尺子来量，这个现在是有个尺子啊，这里有个尺子，拿来可以看到它有多高，然后看到这里有多高，比如说现在这里是一米，这样啊，如果需要给它拍摄距离的话，就你知道就调这个。放好这个摆好物体在下面，现在我们就拿一块测试体膜放在这里啊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根据这个体膜的这个需要啊，调这个毫安了、啊，然后这边是调 KV 的 KV 千伏毫安，这个是毫安秒毫秒的切换，用毫秒来拍的，用毫秒来拍的，然后我们调好这个参数。
设置好这个开片这个条件，然后啊选好这个开片条件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跟曝光键啊，一个是这个手闸曝光，用手闸来曝光，一个是用这个控制遥控器来曝光啊。操作软件，啊，这里是登记那个病人信息，病人信息。这个选这个，选择站位或者是躺位，这个选择好这个体位，进来，然后就可以拍片了。这个我们用的是遥控曝光键。